谢维端扶办的那个叫都审判，是一个很大的公园。你看这边对面是那个小朋友玩的那个荡溜溜圈的地方，是个厕所，公共厕所。再看那边的烧烤，大部分的地方是少男少女在练僵硬。像这边呢，它就是靠近了这个公园的旁边有车道。公园里面它是可以走车的，跟这个我们这边人走有关。这是一个 BBQ 炉子，这个通常呢你可以在这边呢烧烤，你也可以在这儿那个聚餐。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到那个过节呀、周末，你可以看到好多人在这儿烧烤。这儿有狗公园，就是遛狗，在那边的公园有游泳池，还有温水的地方。是周末这里头稍微热闹一些。这是不是那家里扔？这是在狗公园，狗公园外面有条野狗，可能是家里扔出来。这个是在都市 park 的最头起这边开辟了一个狗公园。它这个狗公园呢，它是有两个部分组成，这个是给小狗，小狗的，啊，人都在遛狗呢。这边有一个大的狗公园，这个狗公园时间比较高，它是分着的，它按体重来说的，就是那狗的体重有多少，你要到那个公园待着，不能随便乱窜。那个大多数人嘛，就是喜欢在这儿遛狗啊，搜索啊，聊聊天啊，这边人少人，见次面不容易，所以到这个周末也好放啊，就在这狗公园溜达溜达。这边还是休斯敦和杜森帕克相连的地方，这在海边就热闹点，你看。这个有玩船的，还有在这儿钓鱼的，还有在这儿烧烤聚餐的。这就是帕克的一个另一个角。它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老年活动中心，就是通常在美国呢。59.5岁就可以从公司退休，然后你有每个公司的退休公积金就可以花。到65岁呢才能正式退休，那时候可以领社保金。所以呢，这儿就有一个活动中心在这儿，附近的居民可以来这儿活动。今天是一个天，所以呢人稍微多一点。平时大多数是来这儿遛狗锻炼。